嘿、hey, ，又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阿空。今天阿空要带你去休闲区看热处。今天有特别的嘉宾，就是 Good morning Sam 啊，这个是非常不休闲的队友，今天来休闲区，今天是来溜车的。我们出发，让我们到了这个异样的 CCP Parking 这里等我们的朋友。然后今天的路线是很简单，很靠近，而且是真的是。休闲期 chill ride coffee ride， 今天会去那个Sembawang Park 这边看那个热处。今天去的热处不一样，如果还没看我上个影片，就可以去看一下我带你们去的那个 Upper Thomson Park 那边。然后今天我们的队友就在这里，几个到了。Hello， 今天有大佬 Sam， 然后有 Dennis， Hello， 还有 Jack。他们第一次跟我们一起骑休闲骑，别把他们吓坏了。去了那个Sembawang Park 那里，就会去那个Yi Sun Dam， 就是我们很常会经过的那条桥。那里就是有那个渔夫村，有一种很不像新加坡的一个样子。它是一个像海边，然后有一些渔夫就会停船在那里的一个桥。等一下会带你们去看吧。今天大黑是沉浸休闲，骑一个毛坑板，出发出发。到了这个Sembawang的海边，然后就在这里等日出，看一下这里美丽的风景。这里是马来西亚的 JB， 我们在这里看海等日出。走走Sembawang Park， 就是这个海边。新加坡的海边的确是蛮美的，都做了很多这些种的花花草草，然后很舒服的，就能够在这个海边里舒服的放松心情，然后在这里看一下海景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然后下午的时候还可以去海滩那里玩一下水上活动，可以在那边玩一下海水。这里就是有特别做出去的一个像上船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有些人在这边拍照啊、钓鱼啊之类的。今天是凉凉的，凉凉的，没看到太阳，看到天亮罢了。在海边看一下风景就好了。天都亮了，太阳去了哪里了？继续之后的路程吧，不看太阳了，去吃早餐，好饿。行啊，不要乱乱爬树啊，等一下等一下警察抓啊。Rolling, rolling， 走啦！
这是台牌桌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宜顺 Dam， 就是这条桥，这是水坝，然后会在这里看一下日出，拍一下美丽的照片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今天天气是很晴天呢、啊。我们的全里最帅的磊哥。磊哥早安，哎呀停这里，里面请里面请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宜顺 Dam 这里，这个就是一整条桥，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群里最帅的磊哥，都采访采访磊哥。磊哥有什么自我介绍吗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我刚刚来。刚打给他，我还在睡觉。这里就是宜顺 Dam， 就是从 Sereda 接去宜顺的一条桥，然后他。这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渔夫村，渔夫村就在那个地方，那里比较有一种郊外的感觉，就是在这里骑脚车看一下日出。但是今天的天气不是那么好，今天的天气呢就有一点晴，所以就没办法看到那个太阳升起最美丽的那一刻。我上一个视频的那个太阳升起就超级美，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看回我上面的视频，就之前的视频，然后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，然后不一样的情景，可以让你们在我的视频中得到快乐，或者是看到一些比较漂亮的环境。下次你们也可以自己来，如果骑车的朋友呢也可以看一下我的 Strava， 我的 Strava 我会放在下面的连接里面，你们就可以跟着我这个路线去走了，去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。可能今天的这个神巴汪帕就没有拍到很美丽的风景呢，下一次可能你们去的时候就能够拍到一个很好的日出。这里的路有一点要小心哦，因为它是那些一片一片组成的。哇，磊哥，你别搞，那边跳脚车。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渔夫村，那些渔夫的船都停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桥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岸边。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较美丽的风景，然后那边就是马来西亚。现在我们在 Sereda Aero Place 这个地方先转一圈，然后去吃早餐。哇，很难得哎，平时在 Sereda 骑的时候都是晚上，看不到比较清楚的环境，现在就是天亮了就可以看到 Sereda 的一些美景，然后晚上都是在这里拉扯练习练车的一个地点。
现在在一个印度餐吃 Roti Prada， 加兰卡又最出名的一个 Roti Prada 的地方，下次你们可以来吃一下。这个就这样，哇哦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有多好吃？不行，你吃一口就知道了。那等一下我要做一点特效。我都在这里。我们就在这一家 Kohira 的 restaurant 吃完早餐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行程改变，现在要环西，就是我们休闲骑完这个影片，我们会继续去环西，然后再回家。所以大家吃饱了，我们要去环西，然后他们有几个是住在西部的，然后就会。啊，你不去了？哦，我要冲去巴黎吧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还是会环西，然后就回家了。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这个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这些简单的，拍摄早上的美景跟吃个简单的早餐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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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